OK， 我又上线了。然后我们今天上线不得了了，我们可以，我们今天上线，我们获得更多的金币。那有更多的金币呢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可以越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今年2020年哦，也是非常流行这个，这怎么讲？有点像是那种守塔，然后又有点结合成的这种手游，这种今年也特别的火。那大家知道今年最火的是什么吗？今年最火的我记得是挂机手游啦，好，挂机手游，放置手游。那这款类型其实这个游戏也算是，我觉得也算是在里面哦、喔。那你就可以把它的 level 给 up 上去。那像我们现在有，反正我跟你们讲一个攻略，就是你们场上尽量不要空位，就是有可以放的都赶快放上去。这个类型的游戏真的是太过分了，太耐玩了。它就是结合守塔，结合放置，然后再结合合成。哦，所以真的是非常过分的玩法哦，把这种时尚最流行的玩法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游戏。好啊，等一下 ，sorry， 我一直弄错。哎、啊，我怎么一直弄错啊？得不到你，你却仍然在我心里。好，你看是你呢。哦，好耐玩的，四等在跟四等的合，五等在跟五等的合，有没有很耐玩啊？反正你场面至少都要放满就对了。天啊，这个游戏真的是，我觉得有点过火了。然后你看他，你就一直攻略下去，哦，好啦，啊，你今天总是要一个标题吧？有一天问我说，那今天的重点是什么？今天重点就是轻机枪。好，今天重点就是轻机枪。OK， 啊，然后你就一直弄下去。天呐、啊，我觉得这些制作者也是非常的好猛哎、欸，可以做出这么耐玩的游戏，那你就一直合吧。你看我们现在场面有六等的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农都是纸炮兵的哎、欸，四等再四跟四等的合变成五等的，好，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就可以放置。